重量級嘅歌手咧會參與呢一張相片。咁唯獨咧，其中一位嘅重量級嘅歌手陳小春咧，就欠缺一個拍檔喎。咁呢個拍檔咧就係需要一個嘅小朋友同佢一齊合唱咧，先成事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先有呢個活動嘅準決賽裏邊。今日經過我哋評判之後咧，會選出五位嘅朋友。咁樣五位嘅朋友咧，就將會咧就可以參加由百樂音樂學院所提供嘅音樂培訓啦。咁最終咧就會選出一位嘅朋友，就同阿小春合唱噶啦，就估到呢一首由啊伍望成 Ronald 啦同埋林夕嘅新嘅作品嘅。不過我事先聲明先啦，我哋兩個咧好興玩呢個即興嘅，咁啊所以咧其實今日夾起音樂咧全部都未練過嘅，我陣間坐低咧我就咁用眼神交流，睇下可以玩到啲咩出嚟。艺术发展人公司海港城啦，协办单位政府上面人公司大学音乐学院，之前